越是在古老的地方，越是有创新的空间。拉萨城保存着丰富的西藏传统文化，同时也展现出新鲜多样的活力。一壶甜茶，一碗藏面，是拉萨本地人一天的开始。都知道藏式甜茶是外来的喝法，但准确的出处没几个人说得清楚。现在曾经的新鲜喝法已经被当地人完全接受，变成了新的传统。过去几年，格桑央拉一直在外学习艺术管理，对家乡的人和事有些陌生。甜茶馆是一个非常亲切的地方，就是人人都能去，然后很平等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去做艺术展览，我觉得是很符合我们的这个生活跟文化现状的，在心里就种下了这样一个种子吧。央拉从小就热爱艺术，潜心学习多年，他一直想办一场展览。假如能在最有市井气息的茶馆举办，也许是他重新融入故乡的契机。问题是，人们能接受央拉喜欢的那些作品吗？央拉搜集了许多艺术家的优秀作品，但究竟该怎样展示他们，他要听听伙伴的建议，对吧？就是是不是稍微有点难以想象，就是茶馆里面突然墙上有个油画妹妹，旁边墙那这吃不着，菜缸是捏到呢。有一天我在展厅的时候，就看见一个穿着藏装的老奶奶徘徊在这个展厅的门口，就一直在往里看，但是不进来。可能老奶奶这一生可能确实在那个之前没有观展的这样一个经历。甜茶馆究竟能不能办画展，大家心里都没底。而央拉觉得，只有跑遍拉萨的茶馆才能知道。然后我们发现了，让人们来到艺术跟前是非常难的。那我们要做的是这样一个逆向的思考，就是说，既然过来是比较难的，那我们就带着艺术去人们在的地方。茶馆是拉萨人的第二个家，老板和茶客的态度至关重要。哎，切，可惜了嘛，就是初步呢，凉山也是那个，他那凉山酒店，你也请入来，你歇一歇。我俺要做那家子，现在开始吃。是，简单了，开始吃。早上都吃俺卤煮的。你教室你看那个翠巴南边呢，你们进那路了，在这上那路了，有年没可再只有了，你们进啥啥边呢？
就长生意好过嘛，他在弄啥子的，咱们都是带回来下乡了。先生，我的给不起，我平常做什么针对这青年人吧？听到年轻人想在茶馆办画展的打算，茶馆老板的反应出奇的平静。等多看了两只岁数啊，差不多有点儿大。那俺公公嘛，这样说能比较早呀，我的吧？俺可以，哥哥先给说是跟着，我都是觉得。其实甜茶馆始终是一个开放又新潮的地方，这让杨拉有了更大的信心和更大胆的计划。我们出去，好，小奥，来塞。이게샴푸참이네곱장참인지체네三五零，这两个乘起来就是这个小空间的面积。哦 ，OK。如果他想要艺术真正走进传统的生活，他就不能满足于第二客厅，他要登堂入室。小时候，央拉就对一座古建大院充满好奇。这个院子曾经荒废多年，随着这些年对古建的整修保护，现在成为了居民的家。把展览搬到居民的家门口，这是央拉的初衷。无论如何，他都要说服这里的居民。收拾小一天吧，我刚刚就湖北的人民青年嘛，选的这差不多有点了。你这就干几个，咱们就尽量弄了点，就差不多算账。就干这个了，咱现在是吧？就这边去。对呀，我去切吧。我们家大的。这个院子里面生活着70多户的一个居民，那个居民呢是我们最想要触达到的一个人群。那对于我们来说，人是最重要的。此时的央拉已经不满足于办一个展览，他要办一个节日来展示他的发现。拉萨虽然古老，但并不保守。最终，他用了一个简单的名字概括他的全部想法。甜茶馆艺术节，这是一次传统和现代的碰撞，更是一场互相理解的对话。央拉提出了属于自己的口号，让艺术唤醒古城。我们都觉得拉萨最有魅力、最好玩、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在古城里面。希望大家能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历史底蕴很深的一个城市里面。虽然找到了场地，但艺术节的筹备还是千头万绪。挂在哪个位置吗？这两个其实就这样放是吧？对，这有两个大的吗？我们就是不能难看。这个损坏了行不行？可以，这个没关系，这一次性的，一次性的是吧？对，一次性的。那就用那个万能胶。我们就现在就是要展示个效果。万能胶。央拉希望布展尽可能完美，但任何场地改造都需要考虑居民的意愿。他们决定不钉钉子，用打印纸代替原作。保留建筑和生活的原貌。好，给我收拾。好，给我收拾。布展的过程也是大家相互理解的过程。以前我上去跟那个，这是最米拉的这个链接，他。他那就问个下那个干部车了，那个就车上过，没得的。
所有筹备工作都要安静而小心地进行。从春末到秋初，我和团队一直在努力，我们努力去创造一个节日，一次庆典，一段能用艺术点亮日常的时光，让大家换一种角度和心情去看我们日夜生活的这个地方。在这里和朴实的居民、调皮的孩子、不怕人的小动物、古老的建筑和古老的树一起，藏着的才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历史和韵味。所以我们赋予甜茶馆艺术节一个理念，用艺术唤醒古城。开幕的日子到了，这场艺术节似乎成了一个真正的节日。谁都没想到，这些奇怪的作品唤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各种表演也让居民们大开眼界。孩子有了新的游乐场，年轻人又多了一个文艺据点。茶客们又有了新的谈资，在茶馆和大院，艺术和生活发现了彼此。央拉也发现了那个被故乡接纳的自己。我想最后用一句话结束我今天的发言：此后如今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做自己的光吧。谢谢大家。怎么样才能让最多的人看到，最多的人理解到，让最多的人跟他产生一个互动，慢慢觉得自己跟自己的家乡这个土地的关系会越来越深。很喜欢他的一幅画，然后那幅画是一个穿着那种羊皮袄的一个小孩，然后我看到那个羊皮袄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小时候也有一件，然后我小时候穿的那一件是我爷爷亲手弄的，然后他做了之后我穿了，等我长大了我表弟再穿，所以我看到那个作品的时候才会觉得说，天哪，就是身边人的作品也会这么生活。更多年轻人正在发现，其实自我和传统之间一直存在着永不消逝的连接。拉萨是一座古城，也是一座现代化城市。来自全西藏甚至全国各地的人们，把这里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从2018年开始，西藏极高海拔生态搬迁项目腾退出近35万平方公里土地，归还给大自然，恢复生态。450个村，预计将有13万搬迁居民搬迁到雅鲁藏布江沿岸的低海拔地区，开始新的城市生活。一个叫星光社会服务中心的机构应运而生。Hello，
小布的绿色，就是小布的绿色，像给起来写的哇。啊，小布的绿。白马丹增在北京读大学，毕业后回到了西藏，加入了这个机构。对，三零二的这个，四零的莫拉读书，没有人拿吗？有的，有的，有的。啊，这不到处有的。嗯，那是，他在哪里？我去二十一栋，二十三栋是吧？二十三栋。嗯，二十三栋。我那个，我移动啊，就是蹲下去莫拉。那亲民都没有表现出马安妮很关键那个点，但是大巴是对谁的年龄肯定知道我不对什么的，还在对应该有的基础。就这种扶贫政策下面的时候，他们的在医疗甚至教育方面可能是有变化，可能是有变好，但是你也知道从牧区来的，可能他的语言也好，他的很多技能没办法很快的去适应城市的时候，就比如说一个喜欢吃辣的人到了广东，就有这种生活的感觉。小伙子嘞，嗯，你在哪的？跟着开始学一吧。我的这才能摸了让错啊吧，全部都全部都是卡的对。我那子都不叫了，前面那子叫，糖尿病那子叫。他们当年糖尿病那子叫，我的错都叫过来他那边。意外发现这社区的小孩可能你就不太好去和本地的小朋友交流，因为他们的话可能会有方言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种困难，然后甚至他们的一些汉语言表达可能刚开始没有那么好，突然之间他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他可能很陌生，然后他又发现这些小伙伴的玩法可能就可能很多人以前很喜欢去放羊什么状态，他喜欢玩一些游戏，他发现自己融入不进去，可能会有一些同伴压力。为了让孩子更适应学校的新生活，丹增借用了社区活动中心的场地，在学校之外为他们开辟一个更轻松更有乐趣的课堂。 Hello， 每个周末都有孩子自愿报名参加。我好呀，去把我来在这边着。给我接过啊，好像都有啊。去。根据孩子的特点和兴趣，丹增邀请不同领域的老师加入周托班授课。只能单脚啊，我。那个在平时的交流中，我了解到大家呢，在当时没有自己的小马，对不对？对。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小马叫什么名字呢？可以分享一下吗？希腊，希腊呀，哎，奔奔哦，小马叫奔奔，是不是跑得特别快？我想问一下，草原上有哪些动物是奔跑高手呢？豹，豹，我们这个空间，我们会叫它第三空间嘛？我们作为老师，我们不会去评价你。看我脚上的肌肉多健壮，我是草原上跑得最快的，大家都知道冠军一定是我的。 What do you see? 老师们讲的是孩子熟悉的话题，身边是家乡熟悉的伙伴，加入周托班的孩子越来越多。这爬坡，一直在这里刻度，也下来我们的，一个下来我们的，弟弟干嘛下啊？五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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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五零，这次来我要跟你说啊，这爬坡，一直在这里刻度，不想玩吗？想，啊，去玩吧，去。在这个第三空间里，我们可以允许让孩子去犯错。我并不是说我一定今天给孩子教了一个这个知识他明天一定要用起来。大家可感受到的雨是一起下来的吗？这样一起咚咚咚下来，说会有不同的节奏呢？是不同的节奏是吧？所以每一个雨滴都很重要，对吧？ OK， 这是我们的小游戏，谢谢大家。
那我们做这个事可能花很多年，未来几十年之后它才会出效果的时候，但是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接纳一批外来的搬迁户，同时也是要接纳他们的不同。丹增相信，这种接纳存在于一件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之中。你要我吃呗，我的。你看看，啊，你看看咱成交了呗。嗯，今天花不到了噻，今天花不到了噻。早上好，尼玛扎西，早上好，八雀，早上好。大家好，我叫，大家好，我叫白酒，我叫扎西，在浩湖曲艺社，我叫星星，我叫静美，是西藏浩湖曲艺社的副团长。我站在舞台上才能感到真正的快乐。有快乐的地方就有我们，我们浩湖是移民，到差不多就可以了。大家好，我叫江春平座。这是一群刚毕业没几年的大学生，他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在拉萨开办了第一个专门的喜剧剧场，表演喜剧，实现就业创业。我们想奋斗为一个拉萨的一个牌，就说游客到了拉萨，第一个要去浩湖曲艺社。这听起来有些异想天开。一个专业都没有，我们的专业里面的话，兽医也好啊，考古的也有啊，都有，但是关于艺术的专业一个人都没有。无论相声还是小品，都不是西藏本来就有的东西。相声小品曲艺本身就是从内地传播过来的，因为咱们西藏的话没有这个先例，嗯，所以就只能借鉴内地的一些它的模式。蒸鹿眼、烧花鸭、烧土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卷豆、晾晾香肠、什锦酥排。停！他们租下剧场，原创了新的相声节目。在那条路上，向月亮出发，反正别停下。现在我们也摸索，这是标准的藏式的幽默。但是如果一定要给这个上面要定个位的话，就是一个把很多段子也是来自民间的那种啊。俺就在台对着别去干嘛。后台的四个二麦控制，我们这个也一百二的款钱。所以就我们就把它弄成舞台化，再讲给他们听。但是演出了一段时间后，观众越来越少，剧场支撑不下去了。当初我们是初步的创业，80%是大学毕业生。去年的疫情那一块是整整半年，就说没有一毛钱的营销。因为员工的工资还要结，公司的整个账里只有3000块，当时我们就觉得可能快要失败了。显然人们还没有养成日常去剧场消费的习惯，剧场演出不得不暂停了。但团员们不想就这样放弃，他们到处走学，寻找演出机会，他们依旧吃住在一起，互相逗乐，每天照样练功，琢磨新段子。今天我给这七老人家要的，今天没有说就没看见去啊！你这么多年哪些活装艺？一天，江村平措接到了一个有趣的订单。下单的是自治区的一个司法部门，想让他们为农村和牧区的老百姓录制一个视频节目，
用说相声、演小品的方式宣传一些法律常识。这是一次有趣的尝试，哈胡社的年轻人们找到感觉了。没想到哈胡社录制的视频节目在牧区被老百姓当成最火的段子广为流传，他们觉得既然大家喜欢，不如直接走到牧区百姓身边现场演出。咱们现在也就是一年到头来就只能在新年晚会上能看到一相声小品，曲艺少之又少，但是很渴望他们就是想看到就是曲艺节目，很容易接受的吧。我们成立的原因也就是这个。虽然没有灯光、舞台、转播，但江村平措觉得青稞田边、农民的院子里、牧民的帐篷边都可以变成哈呼社的舞台。办农啊，不是巴西，不是哈呼巴西的，算算算先生啊，巴西不行，真要是来就是马青姐，您这要种钱少啊，那是那个他今呢，三年用过是吧？哎呀呀！他今老天垂死。来，再给了，他去哪去了？爸，爸，你爸在农活不差不有生意，爸在农业没生意到。我跟你说，这边是小姐。演员们说着山南方言，老乡们觉得轻松又熟悉。没有了舞台的限制，哈呼社拥有了更大的舞台。第一场演出就下到了最基层，但是我问那些老人什么为什么这么激动，是因为今天的节目很好看吗？那些老人就说，第一是今天的节目很好看，第二是在我家门口没看过这样的节目。所以说慢慢的被广大的人都知道了有一个叫哈呼这样的社团。江村平措发现，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复制别人的成功，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地。就说老百姓喜欢呀，就对了。我们一直在弄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一个攻略，我们就有一个理念，这是有快乐的地方就有我们。拉萨城里的新鲜事传到了高原各地，同时国内外的新鲜事也传到了拉萨城。从初中开始，扎次就离家外出求学。在国外访学期间，他偶然间迷上了一种给小孩子看的书。精美的设计插图，朴素的道理，丰富的想象力。不过老西街普遍的地区都是太差不了的，人家不普遍都是干什么事？那人家便宜给你了要的了。他迫不及待的想让家乡的孩子也看到。我们当时想着说，怎么快速给这边的孩子提供一些比较优质的读物？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引进了。当时从最经典的书开始，包括好味的毛毛虫啊、野兽国呀，还有猜猜我有多爱你，都是非常经典的。回到拉萨后，扎次放弃了铁饭碗去创业，
在拉萨开办了第一家儿童绘本出版机构。但在西藏，这种绘本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人们难免感到陌生。其实我最初想法很简单，我觉得这个东西好，我希望这边的小孩子能够有机会看这些书，不管是藏语、汉语、英语都可以。爱心书这么经典的，其实没有那么受欢迎，因为人家就没办法去，相信你。这让扎刺有些失落，甚至产生了放弃的想法。今天扎刺打算去见一个人，因为扎刺和他有着特别的联系。小老天，给把钱，给把钱，俺老俺老天把钱。吉美是拉萨第一个民间足球队的队长。我们踢球从开始到现在20多年，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然后通过足球可以理解生活，可以理解人，它就是整个世界的一种缩影。除此之外，他还有其他的身份：扎刺的亲哥哥，以及色拉寺的僧人。色拉寺的甜茶馆是兄弟二人会面的老地方。在这这块些的从那块些给求生状另一个叫人的叫人叔叔大家的起源但是他姐姐告诉了他你三家兄弟有的呢底下其实你不得给谁去问俺都得断呗呢。虽然平时不常见面，吉美知道弟弟的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做蛮红了呀，听到这个俺做的两个星期一个单多，但俺没让俺做太牛逼噻。那女儿姐那确实也蛮多，全做太不过老姐看来也蛮多是吧？是的，这种对在忙不起，必须要我买单不起。他们说是日头给，起来的必须要我买单，不过来也我买了。啊，你们这七月那个了呀，卡里有多少呢？啊你。日头点这个民族色啊，那你从哪民族色呀？啊，你你这个上面是绿多，你南端的区域呢？南端当当个啷做了？南端不是我们中国看了看怎么样的？不过他我讲的，他别厕所给出现那了，这边那了，他那边来过那些，他那样你今年什么事？我出顶这个距离在哪里呀？不过了，修这个比个，他从他开始不修了呀？给搞不起来的了，他就热个月呗，从哪开用嘛了？看来是那血也多嘛了吧？兄弟俩都觉得推广绘本的关键在于推广理念。我觉得现在出书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个事情吧，反而是推广阅读的理念，尤其是推广亲子阅读的理念，这个我觉得很难。像就是孩子睡前父母拿着一本书读给孩子这样的习惯是没有的，就没有这种传统。一可能是太陌生了，二可能不太知道怎么去用好它。I see a black sheep looking at me。当他他那么想的嘛，送他提了，他当天就是刚来电视，哎呀的嘞，空格里格里，具体刚来的日子的必须要不单独念的，旁边是听说眼前呢，这个是怕注意你们别人说起，咱们上工作也这个，怕解决不给。切换的这原因呢，换做你们去切换的嘞，我们主要是没啥东西都等待的。我们两个并不是那种聊得特别多的那种人，但是他非常清楚我在想什么，然后我觉得我也比较清楚他在想什么。哥哥的提醒让扎刺发现了症结所在，他和读者之间需要更多、更直接的交流。最近扎刺就很少待在办公室了。与其被动地等着人们接受绘本，不如走出去，把绘本推到人们面前。第几册？第几册？第几读？第卡最多几了？第哪读啊？哪读？哪读？只要有机会，他就带着绘本到处跑。扎刺在哪儿，
哪里就是一个小型绘本图书馆。上午，公园里老人和孩子最多。扎刺在人气最旺的地方支起了摊位。本身空气原来也不叫的，现在空气顶不得群众了的。不过太热了，空气零几零几群众了，我操！第一次在这种场合做这种摆摊，感觉特别不一样，跟我们平时的这种销售针对的群体也不一样。家长其实可以跟孩子玩这种，比如说颜色分类啊，对吧？还有这两个一起混在一起，把颜色全部分类一下，所以可以做很多很多游戏啊，可以做很多。这个是非常经典的好饿的毛毛虫啊，好饿的毛毛虫。这本书是纸板工艺，然后呢它里面有水果，还有那个数字以及时间的认知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晚上，他把书店改造成一个直播间，开始为绘本带货。叫什么？我们希望就是父母能够抱着孩子给他们读绘本，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了我们的第一个绘本馆，弄了图书馆，然后是我觉得这是一本非常经典的，我说多了哈，这是一本非常经典的，就是。我自己以前从来不怎么看抖音，也不太喜欢抖音，但是现在抖音直播带货的这个就是效果还很不错，所以也开始在做一些自己不舒服的尝试吧。要突破他人的成见，首先要突破自己的舒适圈。今天扎刺特意为孩子们举办一场面对面的聚会。好，我们讲第二个。各种活动的方式让家长看到小孩子听故事的时候那种专注也好，还是快乐也好，边看图边听父母讲。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亲子共读，那他的那个图画是画给孩子的，文字是写给父母去朗读的。虽然销量仍然有限，扎刺却第一次收到了积极的反馈，更多孩子和家长第一次打开了绘本。他会在孩子内心种下一个种子，这个种子会慢慢去发育，去成长。这个对于他孩子的一生或许会有影响。多元是当代西藏的一个标志。2020年新年，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一则充满西藏元素的新年祝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条祝福来自距离纽约13000多公里的拉萨，它的背后是一个年轻的团队，他们想用最现代的商品设计，内含西藏最有特色的物产和文化，推广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正当游客与居民还在享受清晨的阳光时，他们早就进入到了工作状态，忙碌了起来。你们吃饭了吗？这周的那些活动内容我们对一下吧。按照进度应该是上周五到，还没有到。对。那个理由是什么？最近他们在拉萨最繁华的商业体内修建了一座生活馆。次仁央宗是这个生活馆的总负责人，他一直尝试用各种办法让更多人了解西藏传统生活方式。对于如何使用这个空间，他已经有了新的想法。就是咱们年轻人在做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推广也好，或者说是一个创新的尝试也好，我觉得开幕式已经很正了，但咱们的闭幕式能不能玩起来？
闭幕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前期不是有个书法体验嘛，可能书法体验的一个作品，然后作为一个闭幕的一个收藏。在键盘和语音的时代，他们想重新唤醒人们对文字的兴趣。欢迎各位来到赞文精品书法展开幕仪式的活动现场。书法展现场的火爆出乎了次仁央宗团队的意料，分享自己的文化，同时也赋予它新的意义。我要是能在这个大车轮推进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助推力，我都觉得很有意思。很多次撑不下去，我都觉得哎，试一试，说不定这个问题你解决掉了，你还能发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无论是次仁央宗还是团队中的其他成员，在他们前面还有一段很长的路。产假刚生完嘛，就他正好两岁多嘛，是属于比较黏妈妈的状态。今天早上起来他抱着我，我连上厕所他都不让我去，我说妈妈，然后我说你要乖，然后我要先出门，我要去上班，我说你去学校好不好，他说不要。既然做这个的话，你一定要坚持哦。敬年轻人，敬你们精力无限。但他们相信，只要坚持走下去，终能抵达远方。甜茶馆艺术节闭幕了，央拉的行动还在继续。每到周末，这个大院子都会变成居民的露天电影院。哈呼社在西藏各地的演出几乎排满了，有更多年轻人加入了他们。终极目标，我们是要走出西藏，走向世界，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弟弟扎次和哥哥吉美又见面了。他希望吉美能给藏文绘本做顾问。古老的城市总有新鲜的风徐徐吹来，让生活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你想在哪里？